五种语言说草莓。草莓。哇、哦，真的太难了。英语是 strawberry。是泰语。Double E 德语 Erdbeeren 法语，有点走了。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帅，这么可爱？就是产自家哪大的蓝莓？正确的答案就是针叶樱桃，就是枸杞。Nescano 四目雪中超级食物来自欧洲的有哪些？请说出三个。OK， 胡萝卜、沙棘、甜菜根。哦，回答正确。派派保持好身材的秘诀是什么？哎，是他真的真的要帮自己很多。如果一天你开始很好，你的体验要全部很好。就是这样，它很好看。OK， 完美。就是这个，哎，我们的电动搅拌杯，然后我们的 magic 要开始了，非常简单，一键，好，哇，哇哦，非常好，很香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是不是？我真的很喜欢，这个非常香，哦，很浓稠，这是派派为我们大家制作的我们的岩虫草莓加果昔的 Nescano 四目雪，下午茶干杯，这个。习惯了，非常好喝，真的，那种浓郁的草莓的味道，嗯，偏酸酸甜甜的，嗯嗯，草莓颗粒还有奇亚籽和草莓的那个颗粒，富维 C 的这种沙棘，真的是好喝又控卡。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。时光哦，掌声送给派派，谢谢大家。最重要就是需要开心，然后好好吃饭，然后睡觉，然后就喝你喜欢什么就喝。我知道选了很难，但是你喜欢什么就喝，然后开心。哇、哦，掌声送给派派。